大家早晨，今天我们来了五，休息，还好吗？很痛，还好吗？按摩了，擦伤，普通擦伤而已，还好。我屁股很痛。对啊，慢慢站。我录到这一段了，超可怕的，我讲话讲了一半，突然在我面前摔下去。完蛋了 ！OK， 因为我们住在山上的关系，所以是斜坡，大家走要小心哦。这一次我们住在五渔村的其中一个村叫六马居嘞，尾部是不是这样念呐、啊？然后呢，从我们 Airbnb 走到那个车站大概要七分钟的斜坡，所以等一下回家上斜坡的时候，我不管怎么办啊，因为很累。这个就是我们民宿走下来的路，看看一下书生伤口，哇，这个很大块哦，哇，你的手也有哎，好彩的。是右手，哇，这一块看起来真的很痛。我的历史小老师，为什么这叫五渔村呢？因为这边有五个村，是五个渔村，就这一家。你知道就不要碰我。我在考历史老师。现在我们就到六马沟那个 station， 因为我们要去别的村，就只能走这里去啦。现在就来买车票先，都是机器买的，一张票要五欧，去到第五村 Monteleso。现在就等我们的火车去到第五村，第五村叫什么名啊，老师？Monteleso。你好棒！你怎么没做记好功课呢？有啊，就一二三四五村就好了。哎，我们去哪里看六村？念了一次。刚刚怎么念 ？Romo Russo。怕吧？再靠近我看看。只想看我自己这双脚力。再试试看。别。先打巴掌。火车来了！哇塞，人真的很多嘞，好像那个傍晚在北车搭捷运这样子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成功进来火车。我还想着会不会有可能进不来。哦，我们来到最上面喽，结果还是有位置。刚好我的历史老师坐我隔壁，这样子我们来问问一下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为什么我们要去我们的第五村 Monteleso 呢？因为第五村最有度假感。有什么呢？有海边，有海滩。还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？还有一个网红餐厅。对啦，谢谢我们历史老师教我。这不是历史，你问我们什么？历史地理分析。对不起，换老师了。地理老师教我。那你什么老师呢？烹饪老师。不对吧？称职。有双下巴吗？有啊。哇，你很贴心呢，那就给你一个。你很烦呢。讲话小声好不好？喜欢我？你要这样子吗？你们什么问题吗？你们看到帅哥都会这样子、啊？好笑吗？书生笑不出来了，这顿 BBQ 了。来了 ，BBQ 了。不是不真实吧？对啊，这个是，这个没有演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，感觉好多人啊！我们到了 Monteleso， 哇，好漂亮哦！好多人这边晒太阳，这边玩水哦，这边真的是一个玩水圣地。但是很可惜，这一次来这个 Monteleso 村哦，我们也没有想要游泳，所以玩水不在我们的旅途当中。现在我们就走出去一个 restaurant， 叫什么 Belvedere， 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海鲜馆。虽然也不知道等下有没有机会吃到啦，因为我们没有预约，然后感觉今礼拜天也会很多人，但我们就是去碰看运气有没有机会咯。终于到了，就是这一间 restaurant Belvedere， 不是这样念吗？应该就这样念没有错。目前这样看，感觉是不用排队有机会吃的，一下子就被安排好位置了。其实这家餐馆哦，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多人呐、啊。因为我们看小红书讲哦，这边会多到有可能没办法进来吃，但是我们轻轻松松就进来了。啊，我看小红书的时候，他说不要去网红餐厅，都很难吃。这个是教的时候来的，哦、我们地老师说了，我们要跟老师说了，我们来吃吃。但他们说海鲜是好吃的，所以我们要点这边最出名的那个海鲜，这个中文怎么念的？盘吗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锅东西啦。然后听讲他的烩饭还是好吃，所以我们应该就点这些东西吧。哦，我们的面包跟可乐了。来咯，哇，好多面包。来，我要刚刚我们点那个海鲜，不想那个海鲜就嗡嗡完啊，啥之类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啊。海鲜，对，那个东西大概要等半个小时。然后刚刚就拿这个很重的这个锅过来，我感觉它是会倒进去里面。奶奶，你想不想摔爆？哎，超级重的，我该吓到。两人份的海鲜意大利面，哇，看起来很多青蚝。来尝尝一口这个海鲜意大利面。
我也还算好吃，但是这个面好像偏硬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还好，是 OK 的哈，刚好。因为我对意大利面没什么研究，那个面目测不止两个人，应该最少有三个，最少两个家庭。那你就代表这两个家庭。你给我闭嘴！来了，他手上那个就是最厉害的东西。哦，哇，这边就有52欧了，各位。哇！哎，你们是什么刷？我们夸夸群。天哪！旁边的外观瞬间觉得我们是土豪团，我们一秒变有钱人。你知道别多都只点一个东西。对啊，我们点了三样东西，怎么吃得完？死定了！真是张一给我下去。哇！哎，外国人都惊讶一脸，我们在哇！我们太狂了。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章鱼，还有龙虾，还有就是鱼啊。不知道哎，好像这个老虎虾也蛮大只的，其他东西都蛮大的。我觉得这个算是划算了，虽然它大概快230块马币。我们叫这一锅其实就够了。对，没想到会这么满。然后大家可能忘记了这个海鲜烩饭，完全没有要拍这个饭的意思。虽然看起来很简陋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好吃的。但我觉得不错吃。它的饭看起来太淡了。我感觉它的烩饭那个饭怎么不像饭？很硬哎。对啊。看起来就很硬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吃的烩饭都是这样的。对啊，它的海鲜烩饭还好，但是哦，不管是哪一道菜哦，它的海鲜都是好吃的，都是很新鲜的海鲜。这个海鲜包呢，它海鲜是好吃的，但是它的酱感觉输了一点，就那个酱很普通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你知道小红书人家介绍这个餐馆的时候，他们说什么吗？就有一个他是说什么，他回来这里是为了吃这个餐馆。可能，但我觉得这个餐馆应该还没到可以想要再来第二次。没必要。我要套配刚刚讲一句话，这个餐馆除了海鲜新鲜之外，好像没有其他什么厉害的地方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有比它更好吃的。那这间还是可以来 try 一下，因为它就那个东西蛮特别的，就从一个没看过东西倒出来。我觉得至少这边的服务员真的是算不错啦，至少没有看不起我们亚洲人，因为我们这种黄种人来到这种欧洲国家，真的很常会被人家看不起。对，我以前都不觉得有这么夸张。但他们真的会这样子啊？会这样？对啊，直到我来了这里，我才发现是很严重，很严重。因为以前人家跟我讲，我就想说，哪里可能这么夸张啦？大家都是人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对啊，就来到这里才发现真的会这样。是不是可以饰演一段他们很爱做什么动作吗？他们爱这样。啊，对，我们说我们这个有吗？他就会，哎，请问有位置吗？伟大的长龙要剥龙虾给他们喽。这个龙虾它是完全没剪过，一定要你用手。那你赶快剥。这是你的宝贝，特别大个。你刚才放下去，有没有哭腰那么久？你有这么饿吗？不是，是我要试试看呢。今天知道怎么开？带回台湾打开啊。这蛮好笑的，龙虾。但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我们的比较好吃。对对，我们巴东人吃那个比较好吃。让大家看看我们吃了多少钱哦。我们吃了151欧。刚刚看到账单呢，其实有发现一个比较 tricky 的一个 menu， 就是它那里写哦是16欧，然后那边写至少点两人份，所以它就混淆我们，有点像是我以为16欧是两人份，但是其实那道菜呢至少要点两份以上，所以代表那道菜是32欧。That's why 为什么我们那个单还比较贵一点，而且那个烩饭如果没有叫，应该就没什么事情了。毕竟我们四个虽然看起来很爱吃，但都是小鸟胃。如果这一餐只叫那个海鲜 spaghetti 跟那个海鲜包就刚刚好，完美了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东西哦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好多比基尼女郎哦。我的镜头不够远呢，我换镜头。可以说这个景点很漂亮，就坐在椅子这样拍过去。哎，这里看过去好看呢，超美的。对呀，第一次看到有人在玩水的时候给我打乒乓，哎，那怎么不要乒乓球，打乒乓球就好了。现在我要买这家意大利最出名的一个冰淇淋跟辣豆。吃的不出名的了，你那个不好吃，还吃 one banana and one what is this? Meat cream with a shell. 啊 ，this one， 不知道我点了什么，把它吃对了。好吃哦，还算不错了，我觉得它的口味就比较偏酸一点。香蕉跟蓝莓吧，我觉得可能是天气热的关系，还算好吃。因为天气热太燥热。哎，蓝莓好像药水味哦。它不是蓝莓，这应该不是蓝莓，长得很好药水了。现在我跟嘉文是好朋友了，因为等一下只有我们两个想要下水。另外一个是刚刚手说他们能下水，另外一个是怕那个水下去会没有掉。所以现在我跟嘉文要去买一些你要用的东西，他想买那个什么地毯吗？拉汗巾。是什么来的？拉汗巾要挂山上。哦，去买拍照。可以擦身体啊。他已经穿着泳装在里面了，那想看一下，我可以给你们看。好了，看不到东西，对的，没有。
然后我是要去买沙滩裤，因为毕竟我什么都没带出来，所以买一条沙滩裤，然后我就可以直接下去玩水。然后这边旁边就有路边档有卖衣服啊、毛巾啊，还有什么地毯。我现在买这个沙滩裤大概12-15-60块，但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景点是卖比较贵。最后我们买了蓝色的地毯跟这个西北绸的沙滩裤，因为没有我的颜色了。难怪这里这么多人，我突然想起哦，今天是星期天，也就是欧洲假期，大家都来这里玩水。给你们看，真的不夸张，超级多人，大家都不怕太阳这样子。刚刚我们看了这个3bags，结果是 sold out 了，满了的。然后他就想拍女生了，变态！他在搜寻猎物中。哎，你前面就有一个可以拍的。哪里？哎，哇哇哇！等等等，他水是冰的嘞，冰吗？很舒服。这个人他游泳，你太会游泳，我就请问一下。好，太咸了吧？这是海水，他不游完了。你靠腰啊！你是来看小姐姐的吧？在看小姐姐的，看得出来。你看，在我右边就有一个，拍过去。啊，小姐姐，多么的漂亮！再找回来。什么意思？让我跟她一起合照。合了，合了，合了，合了。这样子再合一下。大家完全没有理你的意思。他们可能是看到我这种亚洲脸，很不熟悉、很陌生，太敢搭讪我。到底在干嘛？他看起来很无助。本来以为我想说戴了胶的墨镜可以偷看一下美女，那你看我眼前的美景，还放大他们。靠！这是他的美景吗？阿姨们，你可以走开吗？不要挡到我，可以吗？你也没水准。我戴了墨镜看不到我要看的东西。脱墨镜好了。我知道为什么这里这么多阿姨叔叔们的，因为其实这边有分公开海滩跟一个私人海滩。那我们没有租那个棚嘛，因为那个棚差不多要35欧两个人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只有我跟娇娇游泳的话，我们就来这个免费的海滩。那免费的海滩呢，当然就很多叔叔阿姨们了，这也是阿姨。戴着墨镜根本看不到东西。我们的家人帮我介绍一下我的美景。我们免费海滩的美景在这。当当当当当当的阿姨们，不要看我。感觉今天我这个下水白下了，下水看不到什么东西，太不划算了吧？但是这边的天气真的是很漂亮哦。我的后面又有一个阿姨了，不想看了。我累了，各位。是付费的又比较好。对啊，付费的感觉看起来比较舒服呢。那也没有美女。没有没有美女，那个是美女吗？不知道嘞，你说是就是啊，对啊，比我们那里好啊。以后大家记得来付费的海滩哦，因为付费的海滩游得比较开心快乐。我们这一趟游泳阿婆之游泳之终于结束了，这痛苦了一个小时，太阳晒一个小时，然后什么也看不到，太伤心了。以后还是花钱要花的对地方。你要跟大家讲花钱花多少钱？35欧啊，35欧就有私人海滩。我们四个人下去要2000台币。2000台币还好吧？看个美女，哎，后悔了，后悔了。当我跟教官在努力拍照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吃这么好啊？怎么了？都送的。谁送的？本来就可爱。有没有夸张呢？没有。他们应该是没有吃过台湾梅花猪吧？我笑不出来了，大爷，不敢笑。夕阳西下，又是时候去另外一条村了。现在我们要去二村曼安罗拉，那边有一个像明信片这样子的画在等我们，我们就要去那边拍照啊。最主要他要等你吗？他在等我，他叫我过去了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了。知道就好了。知道吗？你是烦啊，他在耳边讲话。我们已经变黑了，只有宿舍还白白的。黑更白，耶耶，我很白啊，耶、yeah。请问佩玉，你以为现在是这个欧洲的冬天吗？很像了吗？穿着太像冬天了吧？这个很薄，大家有多薄啊？比薄哦，那应该没这么薄哦。奇怪了，怎么刚刚没来这里？这里看起来比较好玩呢。什么什么？收样啊！收样，这里怎么看起来全部这么年轻？哎、我真的觉得我跟娇应该早就在那边游泳了。这里怎么这么多人？我相信呢，我下一次回来这里的时候，一定要来这一片海滩游泳。我一定还会倒回来的。原来我们去到这么欧的海滩，就是为了让我下一次能来回来这个一样的海滩。而且没有骗你们哦，他们都可以脱掉那个泳装，那边晒衣服，全裸吗？没错。
我不敢讲出来，因为我怕被黄标。大家，我们找到一个蛮适合拍照的地方，就是这里的。然后下面有这么多美女，边拍边看，看不完哦。再见啦，离开上星地啦，下次等我回来。我帮你们做功课，在这个 station 对面的海滩，以后记得来这里玩哦，这里看起来比较开心，太阳也晒得比较值得，比较划算一点。我们到了这个马罗拉二村，这个就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村子，因为它有一个拍照地方哦，是堪称明信片还是电脑桌面这样子的一个等级的照片。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故意挑一个傍晚5点6点的时间来到这里拍照，因为可能太阳不会这样晒啊。到了马罗拉，开不开心呢？兴不兴奋？好晒，这里的太阳太可怕了。我们要拍的彩色屋应该是这几栋屋子啦，所以我们要往这边去比较远的地方拍吧。为了拍到那个最经典的照片，我们就直接从 station 走一段路，跟那个建筑有距离才可以拍照。走过这一路我觉得是蛮可爱的，因为古色古香，而且有蛮多人在这边，很 chill 的感觉。哇，原来沿着海边走真的可以到那个拍照的地方。哇，那个该不会要跳水吧？这个这么小一个，哇，还要跳还要跳，哇，风力高啊，这个水，你们看到上面，怎么这么多疯子要跳水了？这个木串应该有4-5米哦，应该不止哦，不止吧，2层楼呗，3层应该有，3层，哇，妈妈咪呀，好大一声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这些路去找漂亮的拍照景点呗。书生、嘉文、佩玉，早上来这边游泳呢，对不对？也太舒服了吧。对啊，没那么晒。对，而且这边好多妹子啊。哇，你们看这边，早上这边游泳哦，这游泳比较爽耶。原来我们要拍照那个地方就是这一栋建筑，怎么看起来跟照片有差？我们发现可能在这个地方拍就已经是不错了，因为毕竟它的地方太多选择了。这里吗？我觉得蛮好看的，我们不用走那么久，你看那个照片哦，如果直的话，哇，好看耶。大家努力拍照哦，努力拍，把它拍小小只，有点小难。捅屁呀、啊！捅我眼吗？捅屁！恭喜我们拍完照片，拍完影片咯，赞赞哦！这个上餐人是耶、yeah. 什么耶、yeah. 你很爱耶，你跟我一样耶，耶耶，我来到了耶耶耶，你瘦了，你不要骗你，王美还满意吗？耶、yeah. 我这个导游可以吗？赞啊，还是耶耶，梁茂靖耶，梁茂靖耶，你怕吗？耶、yeah. 你再耶看一下，耶、yeah. 我给一个机会，怎么了？再夜看一下，梁茂靖啦！很多人都被他吓到了。我们的五渔村完美落幕喽，耶、yeah! ！哎，你们一起夜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，耶、yeah! ！什么？讲一次。我们的什么啦？我说你观众应该会觉得我们很没有感情吧？再见。太没感情了。